币也是港币。我哪在？应该不是日币吧？有那么便宜？因为是港商啊，怎么才几千块而已？但除起来几千块，好像太便宜。那港币是乘三美，好像又太贵，是吗？一个月要三万块啊？三万块也许可能哦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在玩啊，我没研究。哇！